这个食堂是学生的食堂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昆明市，昆明安宁市云南技师学院赵老师的学校，让赵老师带我们参观。那个学生住宿，学生住宿是吧？对，学生住宿。在校学生16000人，学的专业呢都是跟技术有关的，比如说美容、蛋糕、理发师、建筑、机电工、建筑、电器啊、智能、自动、AI， 还有就是计算机。还有这个汽车，你看我们现在来参观的就是，学校的这个化学制药学院，就是他们主要是药品生产、药品开发，啊，这些专业。啊，化学与化工与制药学院。世界银行贷款。看下面就可以了。嗯，药物制剂实训中心，药品，中国传统医药。这个是我们承办的云南省职业技能大赛，我们的一个竞赛的场地，现在是永久的。这是药品生产的一个模拟的车间。比如说我们红翔一心堂，王耀才是总经理是吧？哎，对，这个就是